天三十号噻。好咯。哎呦，明天他应该没有发烧，要干嘛？明天一号。今天培峰帮做什么？什么？今天培峰有节目125做啊，晚上。哇，太多了。哦，满了。啊，昨天的报纸写。啊，比下午又有节目嘞。啊，看表演什么？我看见，哎，今天不好。今天都不是讲到少数，都预算少了。他们是。